不知在下何时曾与湘君一会，为何难过，还不是见不得你被人欺负。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那个班湘君啊？难不成他在跟踪你？这不是正合我意吗？湘君今日找在下究竟何事？不妨直说吧。难不成真是来找在下茬的？看来花花很喜欢君主。谁在地上挥手，谁眉头的锁，为你穿行万里不败。